啊，坐客停车开伤紧，讲会跳较紧，跳较慢，跳较慢。电视较细声，就较省电；较大声，就电较伤重。我讲哪有迄个代志，你就爱电啊！我跟你讲，我到现在哦，三十几年后，公公婆婆过生日，我还是一样要跪在那边斟茶。我结婚那天跪了差不多，我们摆100多桌。我跪了1000多个人啊！我今天也忙，该该有做代志啦。啊，阮人哦，迄支嘴拢做垃圾鬼哩噻，拢会开嘴哦，那手指拢会干嘛？爱三二斤安尼，哎呀哎呀哎呀的那个吼，听到叫接多的，伊拢哎呀，我你哪里呀？你唔敢抓去？大家人阿边啦，边啦，边啦，边边趁钱边转来。真是无得死啦！恁阿爸较好咧，哎，一只狗仔看病的，阿你打电话，哦，小狗生病了，今天休息。所以文英阿姨在当媳妇的时候，跟婆婆之间没有问题。都是我婆婆问题，我应该都没问题，因为我拢红点点红脸嘛，我哪有问题啊？伊是一个很挑剔的欧巴桑。哦，因为我那就很难搞啊，很难搞啊，所以很难搞，你都卖惨去啊。他怎么挑剔？例如挑剔哦，譬如说啦，因为我甲嫁翁的时候，迄阵差不多即要18岁，即要19岁啊。嘿，你这少年就。哎，较早啦，安尼就叫要嫁袂出去安尼，你正经的呢，人有人13、14岁就嫁啊，14、15岁就做老母安尼，真的，大家足好耍的，伊足俭的咯，安尼咧开电影，啊有电影嘛一趴安尼吼，都安眠梦出来，差不多讲五折的遐嘛，坐一趴，啊我正来看伊里啊坐咧看电影，电视阁有叮当，那个小动的，那我讲，啊你是安那，啊拢不爱讲话咧，啊你是人好啊，趴起趴起趴起，吓一跳。你也穿一个破皮衫，对，我知。你穿乌鸦，乌鸦嘴。哎呀，我也没有怎么样，你来讲我安怎？阿姨真好笑哦。迄个电视哦，伊拢感觉讲电视较细声，就较省电；较大声，就电较伤重。我讲哪有迄个代志，你就爱电啊！我跟你讲，我面前我咧讲，你刚才听到这，啊坐客停车开伤紧，讲会跳较紧，跳较慢，跳较慢，所以拢去客厅跳较慢嘞。我到现在哦，三十几年后。公公婆婆过生日，我还是一样要跪在那边斟茶。他们广东人生日过年不是只有斟茶，我要熬那个莲子红枣桂圆甜汤，然后而且不坐在一起哦，然后早上6点哦就一定要去到他们家，等他们坐在那边等他们起床，然后第一个就先跪在那边先。侦查就这样子的呀，不是讲啊，现在得抖抖啦。啊，拍我领导袂歹啊，搁贵的。阿姨更当然无。是哦。可是也还好，一年不就一次嘛，他们生日而已啊。过年。过年。那还有太奶奶生日，公公生日，婆婆生日，这个你都要做得到。然后我婆婆又特别讲礼数的，她的那些大伯或者她的那些姐姐妹妹生日，你也要去人家家。因为你是他们回家唯一的司机，哎，我一定要跪，他连去他们家嘛还跪啊！啊，但你嫁去因家，你创啥？干那你跪你啊？你创啊？所以他们的习俗，我结婚那天跪了差不多，我们摆100多桌，我跪了1000多个人啊！我今天也忙，该该有做代志啦。古早无冰箱啊，迄菜刀啊，你知无？菜刀啊，拢去擦的嘛，要收迄家纸吼，实在是待遐安尼哩，走运动会呢。啊，阮大家哦，按摩摩迄靠圣经，哎，有时啊，咱讲啊，甲拼拼，有时啊，你若讲渐渐吼，甲拼菜拄啊，阮大家卖骂呢，讲无菜人遐水，咱若敢若发毛，啊，搁安尼敢若白白安尼，我一直甲白，哎，那个是什么东西啊？啊，归起来，这可能歹啊，我著甲倒掉，系啊，洗洗。阿娘啊，啊，迄菜拄啊，迄豆油捧来，我就去，我看哪有哪有，有啦，就都伊讲落，有呢，哪会无？哦，我讲啊，安尼我才想到，对。迄个放生菇，放久啊嘛，生菇嘿，来讲，迄毛甲，迄个毛甲好起就来，叫伊还佫豆油的，有呢是安那意思啊？白白生菇，迄敢要甲掰掉？你讲安尼甲掰掉，安尼甲掰有呢？你是安那个土姐？你就是安尼，你这袂存钱。我是那种超级小媳妇的，我从来都，我婆婆在那边打麻将，打多久我就坐在旁边，我就这样子。我永远都永远还能坐就对了，就一定要坐在那边陪她这样子啊。已经2点外呢，你那里哭啊？我要换尿珠啊！你困难，我开电视创啥？那我吓一跳，我讲唔是啦，啊囡仔在哭，啊刚才用摸的嘛，知影讲囡仔尻川在倒位。我再拢用迄布的啊，啊都凊彩啦，都甲摸到尻川啊，甲剪落就好啊，明仔载再拍算啦。感觉讲啊，哦，心肝足酸的，敢哦，咱嫁来敢那好像人的佣人嘞，想到迄较早我会惊嘞，到这个时阵，迄个声我阁会惊嘞。较早有迄大鼎吼，你煮饭了拢用大鼎吼，
伊个花跳的，不是伊爸袂甲你无啦，伊爸袂甲你叫，伊个鼎杀来吼，看伊，看伊烤鼎，烤鼎你听。烤鼎，我你听你烤鼎，你会叫鬼片？你烤鼎，台国语就是刮锅子，刮锅子，刮锅子。刚才拢用个大鼎啊，听你搞着火火，迄种会闷声呢。啊，我即下来想，哦，错一个啊，要是我一定差不多要起来，叫我起来煮袂啊。那只白，阮翁有时啊，咱嘛讲，啊，你插伊啊，你哪呢啊？我看咱都无白起来吼，哎，唔是骂你呢，骂是骂我呢。对啊。啊，咱嘛是偏啊懵的安尼，啊白起来。伊有时阵迄个动作，我会感觉足伤人的心的。我都已经爬起来啊，啊！伊即摆咧走脚，顶下咧下落去，啊！你讲咱若去，有啥拢会安尼共话呢？甲你话要创啥？你就起来啊！起来，伊就感觉讲，应该我爱大心起来。刚刚甲你讨伐一下，迄个感觉。你会使讲比我较落尾起来？但讲啊，你即摆徛伫遮啦，我就讲后靠我来，伊则来，阿边仔来呢？阿母开始。哎呀，你个时阵，你边嘛？安尼我会哭呢。对啊，我就是讲会哭，就是迄个时阵，你去用吐在边啊，感觉哦，我们又不敢顶嘴。即马讲实在啦，到尾啊吼，大家吼，家己拢心肝啦，拢知知的啦。对。多一个新妇啦，有孙的多一个新妇吼，做人的大家吼，较早的大家啦，上爱就是爱讲新妇哦，不要顶嘴。会记得讲较早一摆讲哦，互我嘛真感动，就是讲我甲阮翁一定会冤家嘛，小亮啊，哎呦，感觉听甲足气啊呢。啊，阮翁哦，迄支嘴拢做垃圾鬼哩，噻，拢会开嘴哦，若生气拢会干嘛？迄三二经安尼，迄哎呀哎呀的那个吼。啊，阮大家嘛坐伫碰伊哦，伫看电视，伊拢坐伫看电视。我，伊拢定要共讲骂的，迄款啊听落去会接多的。伊拢哎呀，我你哪里呀？你唔甲带去？真的啊？啊，阮大家点点吗？没有啊，阮大家就把这个瞪你啊，是恁囝先甲我错的啊，我唔是讲恁哪里呀？你著带去啊？啊，从那个时候伊就唔敢。啊，搁再来，怎有时啊？若烧量的时阵哦，我有时啊出气的，就讲啊，过去啦，切切的吼。阮大家拢会带因囝面头前讲，哪要出去哦？叫因囝出去，讲我袂使出去。哦。啊，你就感觉讲哦，他的心里是在我们这边。对。那不晓得在这两个老人家，我这个媳妇到底在他们心目中是几分？但是这几年，他们爷爷会跟奶奶讲，就是说，如果有一天我先走。你记得一定要跟二嫂，我就是二嫂，你一定要跟她，唯独跟她呢，我就放心了，然后你也不用担心。就是我就觉得，哎，我不管这两个老人家在他们有没有说过我很满意或怎么样，但是在他们这几年年纪大了，然后身体越来越不好了，但他们两个会这样子讲说，你记得，如果万一我先走哈，啊，你一定要跟二嫂哦，因为跟二嫂你就不会有苦日子过。所以这样就值得啦。他讲拜六礼拜，查某囝拢一定吼，翁即马拢嘛听某的，我要回来看妈妈。你做囝婿，你一定爱跟伊回来。安尼你知影无？我知。啊，你若讲要叫后生哦，去看因迄落因老母吼，啊，我看哦比较少。OK， 你妈最新辈的人哦，咱平常心讲啦，嘴莫遐笑啦。啊，有时啊吼，安尼小可吼，让一个老大人也无甲多伊啦。对啊。你有时候你爱人的囝。为什么你不爱人的老母？你家己爱想安尼，你都爱恁翁爱家呢？你是安那因老母，你啷不爱？爱老母，所以你都爱和恁翁好做啦。有理，因咧冤家拢不是冤家，伊都大行的啦，拢是冤家哦。细细行啊，细啊，同行啊，迄哦。啊，所以你讲到哦，你嘛真无聊呢。啊，咱对咱的后生先该骂哦，你讲话也袂好笑，啊，一点幽默都没有。啊，你要惹人生气，你后摆就读起来卖讲啦。啊，你又讲到新妇了，讲啊，咱有意啊。哦，啊，即摆讲个，就开心了。你讲话讲阮新妇哦。有时啊，讲后生已经笑笑拢点点啊，伊换个药单扫扫咧，我就讲哦，你走人你蛮无呢，伊都已经点点啊，你都卖搁在伫拉哩，拉到换到伊搁闭面，安尼就歹啊，所以你都两边拢点去就好啊，安尼。我感觉很难得碰到像你这么开通的一个，而且是这么会讲话的婆婆哎、欸。再是大家新妇，即马是新妇大家，即马换倒转来是吼，大家咧惊新妇呢。嘛，查某人有时啊吼，比查甫人赚搁较济，能力强了。啊，大家吼上得无高，即嘛变大家上可怜。因为你吼赚两个翁仔某赚起来吼，譬如讲啦，总讲啦赚八九万啦，是十通万啦，已经袂歹啊。你讲那你搁立厝啦，搁落搁缩过啦，开销嘛介济啊。你即嘛囡仔一定讲风差上少啦，你带人遐上少嘛两万块。啊，伊感觉哦两万块足浪费，啊就贵啊。我甲你带，叫你妈妈带啦。啊，即嘛一寡乌目送吼，拢是疼囝。啊对吼，两万块贵松松，安尼吼，我甲你省两万块，我甲你带。但是你吼爱会当去体会，讲这大家为什么为着是爱恁，为着是要甲恁斗钱，斗欠，嘿，斗欠，互恁看后摆讲啊，大家看会安尼过了较好未？人伊四大人哦，我正经讲，人我要担领人一条米，歹担领人一个囡仔屁呢。真的，迄带囡仔太艰苦了啦。我讲一句实在啦，
咱人是嘛，甲差不多五十岁去，是安奈袂死？嗯，就是哦、喔，迄、那个体力已经无法度啊，所以才袂死。所以咱较早咧娶囝的时阵哦、喔，足忝嘛。即卖人哦、喔，要互老母加活几年哦、喔，唔通互老母安尼磨。有时啊，磨到即卖，你看南部有迄个囡仔咧共娶，娶到老母哦、喔，哎、欸，体力都袂当超久呢。哇，阮老母已经娶孙娶到骨头酥酸。对啊，啊，佫又是囡仔哦。哦，我即卖上届囝迄阵。新妇生的时阵啊，囡仔差不多肚子外咧学行，转去笑咧，吼，惊死人！伊即摆来讲，妈，啊你今日敢有要去拍伊无？哦，我实在是头啊拢无，哎，无呢，足老实咧，无呢。啊无啊，妈，你顾者，啊，阮来去了超商来买一物件，吼，一摆买几多点钟？你阿爸话，你惊？你来背管背鸡背，咱听讲。咱个人，你从一届开始，你伊来甲我问讲，你有班吗？有哦，我有班，到半年了，后壁，即摆来伊来讲话，会敢若有哦，敢若有哦。到尾我嘛解巧咧，我想些办法咧。啥办法？阮兜就敢若伊甲我尔。过来，过来，我烫衫换。太累啦，不是，因为伊是食人呢，因为伊无食人呢，伊食牛呢。你们看见那呢？他很好奇，应该没有看到。我奇怪，没给你你在。你也不能这样，你说唔捌看过奶奶，啊你嘛袂用我看到有一个无健康的奶奶啊。哎，我真健康奶奶。阿姨的奶奶很漂亮哎，不是，很挺哎。没有啦，1970岁的奶奶会更年轻。哎，我那个时候有了吗？那个时候很年轻哎。哦，哎，我真的是讲，迄囡仔有些真好笑哦，也感觉足好奇。哎，真的哦，赞助。一直看我，那我偷给他来来，我喜欢没有输一个吼，啊我来这样画给你，你这样哎、欸，好像很奇怪啊，咚咚慢动作哦，你来看那个是什么咚咚啊，他这样来看就来跌，啊这样个话，哎、欸、啊，佫是亲两个，感觉无稀奇啊，扑就一个走啊，你耍溜溜都得走啊，哦。人都讲啊，对大家都爱友好，无简单嘞，咱嘛无钱嘞，啊就直直欠。去阮迄个邦桥迄庙口遐哦，较早咧卖蚵仔煎，暗时啊哦，买一块蚵仔煎，烧烫烫咧，咱无通食咧，就讲安尼，蚵仔煎然后食，看伊较袂甲咱黏无，安尼网大搁较兴起，搁较倒较好势势，我讲，去食蚵仔煎，伊说，食啥蚵仔煎？你可能食啥蚵仔煎？你看。哎、欸，阿、啊、不是假聪明，那像什么？哎、欸，小礼物啊，拜托，今天蚵仔煎把咱骂到要死，你知？所以大家人哦，上惊的是那新妇哦，嘴甜啦。嗯，哦，真的，妈，你煮的好好吃哦、喔，妈耶，煮的好好吃哦，就是为了安尼哦，就要煮死。大家拢煮，大家拢煮。对呀、啊，妈，你喂那个孙子，他都吃特别多饭。对呀、啊，大家拢吃。其实哦，最新妇哦，讲、跟大家哦相处的讲，哎、欸，有什么问题，其实都没有。嗯、你来迄个嘴，参照那第四题安尼，多给婆婆一点意见。一样，妈。对哦，哦，你讲煮什么哦？哦，我还在害死呢。那我今麦要减肥啊！啊，今麦食去讲食偌济呢？啊，真欢喜。夭寿，伊今麦哦，咱啊煮的物件，伊足爱食，你会足认真过去买，过认真落食。所以哦，大家最辛苦的人来这家哦，大家拢会公公拢会拍的。而且这个是所有媳妇都做得到的，因为不用花钱。有时啊，阵哦，咱今麦来穿了，其实哦，咱穿了迄衫哦出来介爽吼。伊妈讲，妈，你今日穿这件足好看啊，有影呀？是哦，伊感觉很爽。啊！你看，妈哦，你穿了足爽的嘞，你靠背了。大家哦，大家嘛爱人欧咯。对啊，就像我今天看到文瑶，哇，真正咧过年啊，我都唔敢讲伊爽呢。你这意思是讲爽的哦？我是要讲哦，你咧节目我看到我穿了衫，你才是红无？对，无，我是用心的咧，用意的咧。所以我一看到哇，阿姨，你今天穿了就像咧过年的哦。对啊。哎，我嘛唔敢讲啥。OK， 好，阿姨。你我听袂入心哦，因为大家咧南部，我甲你带囡仔，翁若甲你讲，咱后礼拜来甲看哦，好像我妈妈哦，敢那哩不舒服安怎？哎，我没有空诶，我定来来共请假，无头路呢。啊，咱感觉啊，大家人啊，免啦免啦免啦，恁咧趁钱免转来。你真是无错。是啊，恁阿爸较好咧，哎，一只狗仔挂病咧，啊，你打电话，我小狗生病了，今天休息。哎，大家比你狗仔较唔干咧。我嘛有看到一挂朋友哦，阮楼下都公园啊，有时啊拢安尼安排到啥物，即社交活动啦、跳舞啦、跳社交舞迄款的哈，男甲拢来电呢。有时啊吼，这么老了还可以来电，我七十岁是不？拜托，哎，拜托的，七十几岁都可以刷去洗红水嘞。我们真的没有骗你，你给多来一个爸爸嘞，我无。真的我无骗你啦。你大哥等我来一个爸爸。
姐大官啊，给姐大官，上你婆婆出来都给姐大官。所以安排社交活动，还要把社交活动那个社团打听清楚啊。对对对，是不是想多啊？如果是社情对的就不能丢呢。是。